所以我们在适应的场地的时候呢，风向是不一样，跟现在比赛的时候风向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等这场球也是有一点点在找状态和找这个场馆风向的那个感觉。好的，那5月份开始的话，我们就是要算奥运会的分数了。是这样，你们有什么打算要更新的搭档，好像，事业还是很有什么目标吗？我们暂时没有想那么多吧，因为之前的事情先做好，然后再考虑后面的事情。好的。这样要跨越好华人新年的，这样你们可以不可以看电视镜头，能在祝你粉丝还有你家人新年快乐？好，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没事，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不然你说，你说一句，新年快乐，说一句，没关系。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万事如意。祝大家健健康康，身体健康。祝大家心想事成，事事顺意。好的，恭喜啊！谢谢。